婷婷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也没来得及给你准备生日礼物。这个是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，我妈给我做的幸运手环。啊，希望以后你也能有好运加持。这次不会错了吧？嗯，那我就收下了啊。嗯，其实墨池，有些话你现在可以说了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？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婷婷。那游戏代言的事儿就拜托你了。嗯，啊，游戏代言？对呀，你忘了吗？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就是我兄弟。以后你就是我姐妹。嗯，那游戏代言事儿能不能帮我争取了？你说什么争取不争取呢？我就按照你的原型去策划男主，来干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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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吹了。所以你接近我就是为了代言？啊，当然不是，我是真心想交你这个朋友的，婷婷。但是朋友之间，不就应该互相帮助吗？对吧？嗯，抱歉让你误会了，我根本没有这么大的权利。婷婷，这可是你亲口答应我的事儿。在你心里，原来这只是一场交易，对吗？ 这不是交不交易。每个人时间都很宝贵，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对你好的。这难道不是成年人世界约定俗成的相处规则吗？这么跟你说吧，我非常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经营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是因为你能给我提供代言这个机会。如果我代言了你的游戏，我也能给你的游戏带来更高的热度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双赢啊，双赢，你懂吗？双赢？对啊。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误会真的有一点深了。代言的事情我做不了主，我也做不到从中寻思。你找错人了。